个啊，呢棵树系最大只嘅，但系唔系佢最靓嘅。呢、这个月估咧就系、是、达到四根半打上。柚子咧就唔系话越大越靓，其实越大咧对我啲呢边嚟讲咧，果农嚟讲咧变为次果。呢度讲三斤两个呢个变成一级果。呢两个果咧入边嘅肉咧就系、是、幼的、嫩的、水分足的。有就是十月份之后才最成熟的时候，但是我这个位置呢仍有机会和结合了这边的照走温差大，阳光充足，就可以提前到半个月再上市。